喂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系2021年10月8号，哼，呢啲叫剑拔弩张咩？呢啲叫飞鸟尽，良弓藏，呢啲叫剑收弩埋啊！即国家交咗俾呢个拜登之后，国将不国，美国啊将变成丑国，太阳即将掩埋，道德亦即将没落。呢个系可想而知嘅事啊！一个啊，自己个仔都管唔好嘅人，一个啊，即系整咗个人人有功练基金之后，即系美其名，但系佢个大仔啊，所以佢先至成立嘅嗰个关于细胞变异嘅基金啦吓。结果啊，所有嘅钱竟然用咗嚟开会噶噃，就冇资助过一啲病人啊，亦都冇资助过一啲研究。咁样嘅人，当佢身为美国总统嘅时候啊，就嚟个30000多亿嘅议案，仲要改到啲名好好听嘅，咩为人民法案啊，为你好基金啊，基本上啊就系美国版本嘅人人有功练啊。咁既然人选择咗系拜登，你个国家国运当然就会衰落啦。就以东星班一带嚟讲嘅嗰件事情，哇，今回就只不过咧系嗰件事嘅后续。所以啊，其实好多人啊一齐喺英国呢边咧就拎定花生一包一包咁食，好彩花生冇涨价。就睇下呢个拜登咧啊点样央民就和国。咁有啲人就话啦，美国衰落你都唔好过嘅啫噃。喂，呢个系美国人民嘅选择啊嘛，我哋当然咧就食薯片饮可乐，睇下嗰班友仔嗱带曲啊。不过点样喺呢个拜登嘅治下辗转就反侧，咁我唔知啦。行伟业大班嗰啲，你方唔系啊，当初就系抱持咁样嘅心态，佢哋基本上咧同另一个灯，即系拉埋嗰盏灯啊，东星班嘅朋友啊，甚至乎系首领啦，佢哋系一伙嘅噃。咁当然啦，加拿大人呢啊亦都已经将佢哋嘅国运啊交咗俾卡斯杜鲁多。咁所以虽然欧洲呢边呢係非常之迂腐嘅一群人呢，咁但係哇，至少远离是非之地，有咁远啊就匿咁远啦。所以我咪讲过咯，当日拜登上任嘅时候，我已经打消咗移民台湾嘅念头。原因点解呀？今日有冇同你讲呀？就话咩美国呢有啲稻草人扎咗喺台湾嗰度㗎嘛，係咪好犀利呀。咁我问你啦，当日美国有冇扎稻草人呢喺东星班一带？结果几多日陷落。另外美国啲器材劲啦啩，几多日交咗俾东星班呀，仲要完好无缺，当中呢都唔知有冇啲先进器材添。嗱呢度美国呢就话有艘 submarine 呀，即係潜到落水嗰啲舢板仔啊，又或者箱仔啦，係呀，有啲叫海棺嘅，海上铁棺呀，后面嗰个材质就唔好噏啦，唔吉利。咁既然丧失咗咁多嘅高进科技呀，咩高进係赌神喎，我係想讲高等先进呀，你唔出奇㗎，大家仲记唔记得东星班撤军嘅时候嗰镬呀，拜登甚至乎将嗰啲人员嘅名单全部交晒俾东星班，希望有个道德嘅君子协议就唔好骚扰嗰班人撤退啦。结果一个布鲁布鲁嗰班友就长老间灰飞烟灭，而拜登仲喺白宫入面羽扇纶巾，笑看风云变。咁冇辦法㗎，佢係美国人民嘅选择嘛。虽然有啲人就话係老虎机仔嘅选择囉，係1700几几年嗰啲埋咗喺地下入面嘅人嘅选择囉，係嗰啲邮寄信封嘅选择囉。咁但係你唔好理，至少佢而家就坐定定，亦即係话佢已经係被选择咗㗎啦。咁同时间美国部队嗰啲嘢都冇乜声气呀，咁即係美国部队亦都係选择咗佢呀嘛。同时间话个美利将军呢，甚至乎之前呢喺特朗普总统嘅时候话呢啲唔叫女通外敌啊，结果拜登力保噃，佢係为美国人民好嘅。哦，成件事正系令我諗返起西蜀时候刘禅系点样投降嘅。君王丞相竖红旗，贴在心中哪得知，140000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能够送俾美国嘅可能只有另一首诗，待得秋来8月8，火花开者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 Anyway， 今日要讲嘅呢就是一首哇美国即是用核仔推动嘅一个潜艇海狼级嘅，即是劲啦，康乃迪克号。咁好多人就觉得
得，哇，好犀利，炎炎洋洋喎，喺南中国海嗰度，各国都已经剑拔弩张，其实只不过系摆住个架势。基本上啊，伟大光明正确嘅习近平总书记啊，都知道嗰班稻草人嚟噶啦。点解啊？得个摆字嘅啫嘛，嗰班友得。把口咁当然，大家都不相伯仲。今时今日台湾都未喐咧，咁但系啊，拜登嘅稻草人政策啊，大家都有意见识噶啦。如果系想除恶务尽嘅时候，又点会有戴皮啊喺度撤销关税？点会有雷蒙多率团访华？又点会有克里啊走去倾偈？甚至乎加下人哋唔锯你用竞争两个字啊，改下啦，咩该竞争时竞争，该合作时合作，掌你个嘴！再讲个老佛爷唔高兴啊，即拜省长收得人金钱嘅时候，系咪应该修饰下啲言辞啊？啊，咁应该点讲好呢？该合作时就合作，该忍让时忍让啊，就唔好用竞争两个字，甚至乎该阵雨时阵雨。咁既然呢美国咁多嘅先进器材俾东升班啊，即系王毅一夫个朋友啦，提升咗国际地位嘅东升班啦，咁啊攞鬼咗，于是乎你嗰啲咁样嘅三脚猫潜艇，基本上已经喺人哋牢牢掌握之中啦。跟住啊，可能又话喂，即系当日啊，普董联军入面嗰啲诸侯国啫嘛，大家记唔记得系点溃败嘅？各怀鬼胎，《三国演义》都有教你啊。啊，董卓气势甚盛，吕布啊又握手苦劳关，公孙瓒、孙坚等人啊，以及袁术各自就顾各自。咁当有啲乜嘢损伤嘅时候啊，即系例如以前越南嗰单嘢啊，影几张相，哎呀，走佬啦，走佬啦，唔好搞啦。所以咪话呢啲系稻草人主义咯。咁发生乜嘢事呢？啊，就话说嗰架用核仔嚟推动嘅潜艇啊，喺南海做嘢嘅时候呢，甚至乎啊，佢哋都唔知系乜，又话有不明物体，结果就发生水下碰撞咯。竟然啊，咁大件事都咁唔公开、咁唔透明，有巨大物体你唔知道系乜嘢？即系原来美国你嘅科技啊，唔系全球最先进噶，你个雷达检测唔到呢个巨大物体噶。一句话讲晒，系唔想公开透明咁讲俾你听呢个巨大物体系乜啊嘛？尤其系啊，极有机会呢个巨大物体一讲出嚟嘅时候咧，甚至乎查明正身嘅时候咧，咁啊冇弯转，可能美国嗰边群情汹涌嘅，所以压下就不表。咁你有乜计啊？俾个咁样嘅三军总司令啊，变咗三军总司令嘅。拿住条丝巾嗰啲 transgender， 咁冇㗎。当日东升班事件入面13名美国部队就咁样羽化升仙，原因就係因为共业啦，有乜计呀？不过佢哋埋单就阴功啲，美国人民嘅选择。咁结果今回你知唔知，如果啲潜艇遇到某啲嘢嘅时候呢，可以话即係仲危险过嗰啲船啊或者飞机各样嘅。因为大海茫茫，再加埋你嘅氧气又不足，所以对于嗰啲美国部队嚟讲呢，金云呢可以话执返身彩。而喺人哋愿意付出自己嘅生命喺度为美国服务嘅时候呢，拜登做嘅系乜嘢啊？戴皮就同你讲，我哋要 recoupling， 我哋要负责任处理中美关系，我哋要撤销关税，有啲豁免各样啦。之前吹得好行噶，就话佢乜嘢，要加啦，又咪俾人，即系至少我啦 ，OK？ 你哋觉得冇嘢啊？有你啊，至少我系咁睇啦。翻屋企，翻乡下啦，阿戴皮，又咪雷蒙多率团访华，又咪重启经济关系。咁当然好多人唔中意我咁讲。就话我对拜登咧系存有偏见，我认啦，我系对佢存有偏见啦，咁咪证明俾我睇，我啲偏见系错噶咯。讲咁多嘢做乜呢？目前我睇到嘅就系、是，喂，我啲偏见似乎系先见嚟噶噃，先见之明啊！一句讲晒啦，又系人人有功念，将民主摆喺民主党手上，最后你丧失嘅就系民主。将钱银摆落人人有功念嗰个盒仔入面啊，咁冇嘅，冇乜损失啊，只不过系达哥攞咗嚟啊，买下啲龙虎炮咁解嘅啫，咁都叫增长咗娱乐事业嘅 GDP 啊，都仲好过去嗰个三万几亿嗰啲唔知咩研究三文鱼啊、Green New Deal 啊诸如此类，即系自从拜登上任之后，
家下，轮到你啦。啲能源价格各样嘅，想必呢个世界咧都俾佢搞到天旋地转。大家要明白、哦，衣食足，然后知荣辱，佢剥夺你衣食嘅时候啊，世界当然就系纷纷乱乱，争斗就不止啦。我仍然系嗰句，拜登上任，世界大乱。咁我错啦，而家未够乱，而家实在系太过和平啊。喂，你话拜登嗰啲衰政主义、稻草人主义、all talk no action 或者 all talk all actions but in different direction 系咪矛盾啦、啊？当然矛盾啦、啊，一个弱主啊，又或者系特登扮到自己好弱嘅主啦，净系玩稻草人主义，镇唔住个墙嘅时候啊，你有冇睇杜琪峰啲片？啲叔父镇唔住个墙咯，下边啊浩南各样嗰啲啊，当然就各自各山头，谁大谁恶谁正确，即俾人睇穿你副底牌。康乃迪克号啊，即系嗰架咁样嘅核仔动力 submarine， 咁啊改名叫康乃馨号算咯，都好。个白玫瑰嘅，系时候翻屋企冲奶粉啊，就系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